太平门们选择演员的时候呢，是一个蛮大的考验。它既然是一个有怀旧意味的一个电影，我就希望选用有60年代那些明星味道的演员。张景瑜呢，请他来太平门演出一个地下城的女性也好。首先，我们是用一个试探的方式，因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这个，不是那么容易讨好，但是又很难演的一个角色。当我跟他拍了这个电影以后，我更加的坚定我是对的。他在镜头里面流眼泪，我在镜头外面也跟着他流眼泪。经常我也经常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，希望能够把这一块的色彩真的演出来。如果他做导演的话，我愿意跟他做联合导演。宋慧乔他这种坚持啊，一定要讲中文。你好，我是宋慧乔。他跟我们中方演员一起合演的时候，就感情上的互动啊、默契啊，都会配合得很好。黄晓明呢，他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不会因为自己长得帅而疏忽了他应有的努力。想做好演员，只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生。旁边那一块地，佟大为演技让我折服了，他把这个小人物演活了。自己能在表演过程当中感受到兴奋。この物の濃さが今と昔とは違う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。长泽雅美真诚、单纯、可爱，找她演出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工作的经验。在我拍电影以来，是演员的配搭方面呢，是最成功的一次。大大小小的每一个演员，他们都是很齐心的、很努力的去演好他们每一个角色。每一位都是明星。